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ジェンです。是这个 channel 的另一个人。那我是在9月13号在香港出发，跟着9月14号就到英国啦。那我快不多讲啦，正片开始 ,Go Go! 那我9月13号朝早吃了旧苹果做早餐之后，就要继续执嘢啦。那我哋執完嘢之後咧，就差唔多夠鐘去機場啦。到咗之後就要 check 翻我哋架機喺大概咩閘口同埋幾點機咁樣啦。我哋架機係 TP635。咁經過咗無數個飛機餐之後咧，我哋又終於到咗杜拜機場，準備等轉機啦。咁我哋咧，第一班機和第二班機中間隔了九個鐘，即是說我們在杜拜機場 stay 九個鐘，中途我們就在個杜拜機場那裡周圍遊走，又睡下覺，吃下東西，喝下東西這樣。我們在杜拜機場的時候，我和家人就通過電梯發現了電梯後面好像有些水這樣，我們一開始以為在外面有瀑布，接著但望出去沒有，接著就發現在個 lift 後面有個室內的瀑布咯。咁我哋發現完呢個瀑布之後咧，我哋就見到間 Starbucks 啦。咁我又去咗 Starbucks 嗰度買咗杯嘢飲，類似咩雙重朱古力咁嘅東西。我哋行下行下，發現咗一間賣糖嘅鋪頭啦，佢係有個位置好似咁樣用啲糖模仿壽司咁樣，仲有擺咗喺個輸送帶度，真係超得意咯～不可以這樣引我唱歌的這個音樂，哦，好靚啊，哦，好得意啊這個。咁差唔多夠鐘上第二班機啦，跟住我上到班機之後，發現呢班機有哈利波特睇啊，因為上一班機係冇噶啦。咁我咧 total 就睇咗《死神的聖物》上和下，跟住看了哈利波特一，即是神秘魔法社和半集怪獸之後呢，就終於到了英國了。啊，還有再看了半集哈利波特20周年特輯。我們是住一個禮拜左右酒店之後再搬去 apartment 啦，所以就多謝爹哋的朋友車我們啦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